今天呢来垦丁的，好像什么满洲还是什么的，要住一个民宿，叫做白色林地，听说可以看很漂亮的日出哦。自己也是没有来过，但是看网络上很多人推荐这一间民宿，说早上可以看日出，很漂亮。可是你看我们的天空是灰色的，不知道明天早上是什么样的天气。好啦，我现在先来进房间，先去开门，然后因为小孩还在车上睡觉，待会再让他们进房间喽。先去看一下房间长怎么样 ，Go。看一下密码，我来看一下密码是多少。先来按一下密码哈。是什么？ I don't know what's this。 是不是要进房间看看？这个柜子是钥匙吗？我研究一下。我们的是这个深灰色的，好，终于拿到钥匙，感觉像在破解什么按键一样。你们钥匙圈长这样，去看一下。可是我们房间是哪一间呢？我们房间是一楼走到底的这间。打不开，救命啊！是他没错啊。哇，你的房间真的很白。浴缸在这，这边是厕所，全白的。哇，有澡盆 ，so sweet。可以 shower 的地方，这里是马桶，然后洗手台，它真的就是跟它的名字一样，全白的。然后它这边就是保有它可能原本装修的那种痕迹，全涂成白色的，上面再自己简单的装潢一下吧。好，我们来去看看里面，先把门关起来。从房间看出去是长这样，这个门为什么？哦，好 ，OK， 关起来。这边有一个小小的吧台，还有冰箱。哦，这边我们可以上去看一下，这边也用了一个浴缸，
我觉得超特别，是它这个双人床是这样对看的。然后来开这个窗户。是海景第一排耶，很多人会在这边泡浴缸，然后这边泡水吃早餐之类的吧。然后这边可以出去，怎么开啊？不能出去吗？这里每一个门都好难开哦，天哪！算了，我竟然出不去，先让我研究一下怎么开门。耶！我现在已经在民宿里面了，超白的，它真的跟它的名字一样，整间是白的，白到底。耶！好啦，今天就住这边啦，先来休息一下，等一下要去接我小孩上来。希望明天天气可以好一点，我们就可以看日出啦。你在这里捏黏土是不是？捏黏土，捏捏捏。洗澡咯，它的沐浴乳、洗发精是这种分装的，就是如果比较怕用不习惯的话，建议可以自己带。我们的话呢，就是有自己带这个洗漱包，所以洗漱包里面就有自己要用的东西。嘿，妈妈。OK。我准备好了。你要洗澡了吗？要泡浴缸了吗？这里要先洗完澡，然后等一下才去那里泡澡，好不好？好。好。我等不及想洗澡。好的，等我一下哈。你怎么连洗在这里都这么可爱啊？看我，看我。嗯。就是热水、冷水的开关很特别，然后呢，这边水会漏出来，很妙。他们两个已经等不及了。弟弟，弟弟，弟弟。你们在玩水了，是不是？因为我们在玩水啊！嗷嗷！玻璃救我！玻璃救你，你救玻璃啊！开心了，他们。站起来看，他们就在这个游泳池，开心成这样，哇！爸爸把你帮忙放进去好不好？你们的。放这边啊。哎，你这样丢会砸到啊！哇！不可以哦！我正在录影。嗯。小心哦！哇！早餐了，我去帮你们把水先关起来。
妈妈，我想要 kiwi。kiwi 好 ，kiwi。kiwi， 看这。哦，掉下去了啦！弟弟要吗？好吃吗？那可是不能让不粘，大美人鱼来玩呢，哈！耶，我们要跟海边说拜拜喽！开心的晚上，再见喽！海岸村恰恰恰，拜拜。关门对。的小民宿，好了，我们要上车了，不要吵架了，走了，又哭了，拜拜，拜拜了。